我们看一下山上的村庄啊是什么样的，看了吗？哎，太黑了啊。后面是群山是吧，后面是群山，然后前面这边应该算比较平整的地是吧，然后建了一个村子也好镇子也好起来啊、然后这儿哈，这我估计应该是菜地啊之类的是吧，人家刚刚平整出来，这应该是后面准备种地的种菜的啊。看了吗？这边也是山，前面应该也是山。哎呀，行，我们继续走吧。今天又得夜路啊，赶夜路啊。